今天谢谢你们两家公司的简报，我们会尽快告诉你们哪一家是得标的厂商。谢谢你们今天的提案。刚刚那个董事长是戴假发吧？你也这么觉得？对啊，我还想说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哎，我刚才一直憋。两位是失散多年，好久不见是吧 ？Chris 小姐所说的国际化，就是请一位外国人来当人形立牌吗？郑先生。你说的在地专业，应该是指官商勾结、黑箱作业吧 ？Bob， 哎，你昨天说那个不温柔、不体贴、不善解人意，还被男朋友冷冻的拜权女是谁呀 ？Chris。小蜜啊，你说那个不做家事。还让老婆长期冷感的冰棒男是谁呀？啊，就啊，我们落选了！哎，这就是君子务所专，必有热乎吧。对不起，让战火喘息了，给信任多点空间了。信义房屋，信任带来新幸福。